天气方面带大家来关心，我们先来看看现在的实景画面呢，是在台北市区早上时间呢，我们是受到锋面的影响之下，容易出现一些局部飘雨到局部阵雨发生。现在台北市区看起来云量也是偏多，而且呢都持续在飘雨。透过了雷达回波图，我们可以看到以目前来说呢，我们还是受到锋面的影响性，所以呢当回波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雨势是一阵一阵的，但是呢也有没有下雨的时候会拉得比较长一点点。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呢，提醒大家在今天外出时间还是一样要记得带伞。这样的雨会下到什么样的时候呢？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定量降水预报图表。那以今天来说呢，包含上是在今天白天呢，都还是容易会有一些局部阵雨到局部飘雨发生几率。到了下午晚上时间，像是在宜兰这块雨势上来说会比较明显一点点。晚上入夜之后水气稍微趋缓，但提醒大家这道滞留风呢都还是持续在我们的南北地区徘徊，所以呢会一路影响到礼拜五的时间。我们就来看看在未来一周上面天气会如何做变化。那从今天开始呢到礼拜五，主要就是受到梅雨季锋面的影响，所以大气非常的不稳定，各地区都容易会有一些局部阵雨啊，或是局部雷雨，甚至呢容易会有中小尺度对流上面的发展，还是要慎防的是剧烈天气。再度提醒大家外出时间还是要记得带伞。那至于到了礼拜六，这个锋面开始减弱了，那水气也会开始慢慢的减少。我们来看看这几天的温度上面的最新变化。北台湾到周五的时候温度是来到23到28度左右，那没有下雨的时间呢是稍微温度偏比较高了一点点，但是因为滞留风在南北徘徊，所以不定时容易会有一些飘雨或者是阵雨。那在中南部的话也是一样，在中南部到周五之前呢都会受到滞留风的影响，容易会有一些飘雨啊或阵雨发生，温度上来到24到30度左右，所以没有下雨的时间还是偏比较闷热，这样的降雨状况要等到周六才会稍微好转。以上这一节的最新气象。